All I know is that to do that. All I know is you just need a. All I know is we just need a. All I know is you just need a.现在是晚上的7:30。哦，当然这个时间点，如果我在骑车又拍影片的话，就是刚下班呐、啊。对，今天礼拜一，刚下班。骑叉妹去哪里呢？哎，要换机油了。前天才跟我家女王骑的叉妹双载去骑半岛，就是之前 S 妹半岛的复仇站，桃园出发，走北宜到花莲住一晚之后，隔天从太鲁阁走中横到埔里，再住一晚之后再回桃园。哦，安全下装，机油也差不多该换的啦。前轮啊，前轮也可以一起换一换。我这次要去的车行是我买车的车行兴旺啊，他们最近有在办那个 MT 的试乘会，我就把车丢去保养的这段空档呢，就跟他们借车来骑，好体验一下最新的 MT 骑起来是什么感觉。那我这次借的是 MT09， 其实有一点小小的紧张，因为第一，好试乘的时间点是晚上的市区，桃园市区哦。那第二点就是我挡车的经验非常非常的少，基本上在路上的经验就是我上次去骑小街路的那一次，所以有点小小的紧张啊。不过我们比较好奇的是进退快排骑起来到底什么感觉？如果比较保险的话，我当然应该是要借 MT03 比较安全，然后车重也比较轻嘛。可是以前骑过 R3 哦，以前在雅马哈安驾车的时候骑过 R3 的，所以就比较没有兴趣。那因为 MT07 也是双缸的嘛，但我没有骑过三缸跟四缸的车款，那就来试试看09骑起来到底什么感觉。那我们就先去兴旺把叉妹送去保养吧。这个车有点多哎，等一下试车真的有点紧张啊。在桃园市区试车真的是一件很有点压力的事情。维修区，直接送去维修区。耶！我预约要保养车子的，然后我还有那个填写你们的那个09的试乘表单。哦，好 ，OK。R6要绝版的 R6。哦，这边今天车蛮多的哦。NT15 应该都是要交车的。哎、欸，刚好回来、啊，还、欸、是07。对，我要来骑09了。稍微整理一下，内容有点多。深圳模式的话，基本上动力模式是用到最弱，往上会强一点。但是真的因为它马力被限缩，其实转速上去之后，你就觉得好像它会卡住。对，它就是再给你更多。嗯，不会啊，今天不会用到。但它加速拉扯的力道还是。然后整台车重已经轻了4公斤有，但是它整个骑乘的姿势也完全不一样，刹车也变直推，比刹车力道也有增强。你感受一下这台车，应该会比之前骑过的09来得更灵活。这台09是有进退快排吗？对。那进退快排，因为我没有操作过。快排进档的部分，你在油门吹下去，然后转速上去的时候，你就不用拉离合器，在拉高转的过程中就直接进档，就觉得哎，这时候进档就。忍着，先不要拉离合器，然后就直接勾档，但是还是限于高转，在低转速的时候，你硬要勾档，它其实会卡卡的啊、哦。BC 的话就是刹车控制系统，它其实是一个总称，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往下拉，可以看到其他的 PCS， 它的那个等级，然后钢锯头，现在都是调到最强，所以这个如果你要跟动的话，大家稍后自己再玩一下。不会。大家都把这样讲，对啊。那中间 mode 的部分，你按一下更改，后轮的循迹防滑，这也可以控制。然后到 M 的话就自定义，所以到时候从这边设定。现在一样半调最强，所以动力模式按下这个3、2、1。你说3是最温驯的吗？最温驯，有点像之前的
B 模式，然后二的话会比较像 Standard， 然后一的话就是之前 MT 零九旧版的 A 模式，感受一下。好，我的钥匙。好，感谢。对啊。就是声音比较澎湃。OK， 哦、oh, ，好久没骑挡车。其实坐高，我觉得我还可以，单脚的话是可以实踏地的。把很宽的、欸，然后油箱超宽的。哎、欸，坐姿很正，坐姿非常的挺。我现在还在拉离合器，哎、欸，好舒服哦。哎、欸，这坐姿超棒的，很轻松。然后我真的不太敢骑，哦，这里车好多，我想要绕到一个比较没有车的地方。啊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刚才还没到五千转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刚才什么状况？我们切去车比较少的地方。哦，对啊，这有点嗨。哎、欸，这就是三缸的声音。我们绕一下，绕一下，绕一下桃园市区。等一下这里不能吹啊，这里好多车哦。这跟 T 妈又是另外一种境界的东西了。这太嗨了，这太嗨了。离合点很好抓哎、欸，我还以为我应该会熄火，结果没有。哦，这个声音真的很澎湃，它可以到13000转哎。我刚才5000转我就受不了了。真的排气量越大的车，油门真的需要更细腻的操作，你只要稍微补一下，那个反应就会非常的。这就是09795哦。哦，好嗨哦，这里车太多了不好试啊。啊，到一个比较没车的地方试车啊。前叉，嗯，有一点软。只要像我们这种低速在点的时候，其实前叉点头点的蛮大力的，只是这个动力哦，真的很猛爆。我到现在还没有骑超过5000转，不太敢骑，怕出事。哎，零九。多少钱啊？我真的没有注意耶，我只有注意07好像是30几万吧，09要50万吗？应该不用吧。开始感受到那个哦，这种多缸车怠速温度慢慢起来那种感觉。我下面这边引擎真的就有点热热的，我的速克达就不会有这种问题，速克达是车厢热热的。你看，我可以单脚踏地踏得很轻松哎，这坐高真的蛮棒的。好，我们试看看快排好了。好，我再来都不拉离合器了哦。哎、欸，真的可以！哎、欸、哎，真的直接退档哎！哎、欸，好棒哦！哎、欸，快快好棒哦！快快好棒哦！啊，下一次还是拉了离合器，哈哈哈哈！哎、欸，超方便的哎！看 ，Go， 完全不用拉。哦，难怪大家说骑过快排就回不去了，哎、欸，超方便的。改成直推的哦，刹车力道真的蛮强的，嗯，刹车力道真的蛮不错。它是不是双碟？对。它是双碟双子星公升，这个还没有到公升啊，这红牌嘴脸哦，超大的油箱。哎、欸，真的5000转以内，真的对我们这种新手而言就很够用了。你也感受不到它到底被限制了什么，我现在还没办法感受到，因为我就还不敢骑这么快，你知道吗？它动力真的很大、欸，在低转的时候，那还没到5000转，那个拉车感就哦吓爆。那边有一些。比较少人的地方，然后也有蛮大的直线，全面绕一下，要当绕驾训班，好安全的绕。然后这边路很平很大，我们来这边扔。哦，没勾到，勾到空档，这就是我的，来试一下。等下二档就够了，二档够了，不行了。哦，那个过弯的重心感觉很扎实啊。我不敢再把转速拉上去了，哈哈哈哈哈哒哒哒哒，这动力太大，这动力太大，我不敢再骑，我不敢再骑，等一下，哈哈哈哈哈，哎，等一下，头灯其实蛮亮的、啊，你看现在是近灯嘛，远灯，哦，远灯很亮哦，嗯，这照明是蛮够的，我觉得目前这样在市区这么亮的环境下。还可以看到这个亮度的话，真的还不错啦，还行哈。以原厂的灯具来讲，是还不错的。我不敢再
骑了，不敢再，不行，不敢再骑了。对不起，我不会骑车啊。应该转速还没有过6000，不行哦，那个动力啊，不行哦，这不是我现在能够骑的屌的车，这个。有车，好，我们还车了啦，不要玩了，干太嗨了哦，好怕哦。操纵感来说，因为我真的不是很会骑车，但是以挡车新手来讲，它没有到想象中的那么可怕，它其实在低速的操控上还是不错的，不会有一种很难以驾驭的感觉。但是当你稍微轻轻的转一点点油门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它是一只怪物，好累哦，心好累。好啦，还车了。不玩了哦，太累了。你看很轻松哎，真的很轻松，真的是很新奇的体验哦。第一次骑到排气量这么大的车，还在市区里面。没搞懂啊，我现在骑这台很可怕哦，不要撞我。好啦，我讲真的啦，像我们这种初学者哦，真的骑不太出来它有什么动力上的阉割啊，因为我根本骑不到，我真的骑不到。上次骑 T 妈给我的感觉是我可以操控的那种动力，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我完全没办法操控的动力。就是他虽然我慢慢骑也是没问题，但是当油门转多一点点的时候，特别是过了4000转开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感受到真的是扭力大师哦。可是像刚才那个新旺的店员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你如果要体验到它的动力被限制的部分，还是在高转的部分啊。好，那像我今天低转的部分，其实就像雅马哈原厂他们说的，它扭力的部分还是保有的，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骑到这里啦，好不好？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骑到这里。我刚才在这里就是极限的，不行了。哦，哎，我刚才还没有骑超过破百，我真的不敢，真的怕。它好热哦，它现在99度了，因为我一直在市区怠速，都没撞风。等，我不行了，我刚才有一种进入零的领域的感觉，有没有看过那个闪电霹雳车？有没有？那旁边都一条线一条线，我0.1秒有那种感觉。不行，乖乖骑，啊，乖乖骑，啊，哦，干，好兴奋哦，我现在都还在非常低转呢。不行，我没办法突破，5000转这个门槛。哦，太嗨了，超好玩的，这就是另外一种体验。然后他刚才跟我讲一堆模式，我都不敢用，因为我光是这样子，现在是用最温驯的动力模式了，我就已经骑到小声怕怕了，真的，我不会因为夸他就想买了，对，这个太可怕了，嗯。对，安全下装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行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！我大概都一直在5000转以下，我不再上去我就有一种不行的感觉。而且你没有开上去啊？对，我没有开啊，这样子我就不行了。不应该试一下吗？很可惜，你不再试一试。不要！我真的觉得用一下意思。不要！很可惜，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真的尊敬的心。哎，07回来了，我应该骑07的，09好恐怖哦。刹车皮我跟你讲一下，嘿，后刹车皮现在剩下0.7毫米。我后刹吗？换原厂的。你们还有别家的吗 ？WRP。好，换 WRP 的。
啦，茶妹保养完了，我这次换蛮多东西的，就除了机油、机油垫片，然后齿轮油、机油滤网之外，我后面的来令啊剩 0.7， 那就一起换了，换那个金属烧结的来令片，然后前轮也换掉了，红恶魔终于把烂烂的原厂前轮换掉了，其实比想象中的还少哎，就是这样换一换了，你看换了轮胎，换了来令，然后换了机油、齿轮油、垫片、滤网，才6000出头而已，6000多而已。其实真的差妹蛮好养的啦，我觉得每次来回原厂保养都花的比想象中的少很多，没有那种重机保养养起来很贵的感觉，可能是因为差妹很省吧。哦，这是今天骑的09啦，07没骑到，没关系，09就够了。哦，这个真的太暴力了，新的就是太暴力了，没办法驾驭，在我骑车的经验还不够。试乘影片加我的差妹保养，嘿嘿，小小的废片，对。我最喜欢拍小飞片，因为机车旅游的影片都要剪好久，好痛苦。这种来车行的小飞片最好剪了，我就烂。好了，那这影片就这样了。现在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，因为前轮原厂胎快磨完了，所以前轮就很飘啊，我就觉得很可怕。那时候在屋顶的时候觉得超可怕的，刚才骑过来的时候也有那感觉还在，可是现在就是前轮有那种很扎实的感觉。我虽然说胎蜡还没有磨掉，但回馈已经非常好了。对，我们慢慢骑。对，就是前面换红恶魔，那前轮我也希望它抓地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前轮一出去就没了。然后前轮换完新胎之后，感觉坐高又变得高了一点点。对，我差妹骑半年哦，9200，哎，怎么这么快呢？本来想说有两台车轮着骑，应该里程不会加这么快，怎么差妹里程增加速度跟 S 妹当初一模一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今天影片就这样，真的要回家了，现在已经9点多了，我要回家剪片了，剪片人生，好，拜拜。